哦，怎么又让我演女朋友啊？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每次我相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真的很尴尬，所以我不想相亲。好吧，那你这次结束之后，请我烧了只大龙虾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你记住了，等一下我先进去。哎，我知道，都演过好几遍了。然后你先进去，我后面再进去，我一进去就把你拿出来，对吧？对，没错，我先进去了。好。哎，你是王阿姨介绍来的吧？是啊。王婉。立川。对，就是我。你来挺早的呀。我一般都提早半个小时到的。嗯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我就知道。有车啊，就普通那一种。房子的话，暂时买不起，以后也不会买。以后租房吧啊。我想问的不是这个问题。那你想问什么问题啊？我想问的是你吃不吃辣？哦，吃吃，我是辣的。他来是我误会他了。你好，您的牛奶。哎，我没有点牛奶啊。这是我给你点的，这里的工作总是熬夜，喝奶就身体好。嗯，谢谢啊。姑言对他有点心动了。嗯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你挺好看的。谢谢啊。嗯。完了，把小灰灰给忘了，我可不能让他把事情搅和了。要不我带你去吃快餐，饭被打卡了，外面几个挺不错的。好啊。走。靠不着。哎，好，我们走后面吧，走后面。快走。全部拍完了，你看看。哇，你好会拍啊，拍的好自然啊。那当然了，不过主要还是你好看。他是谁呀？嗯。炸。哎，这。他怎么一直看着我？哦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真的，他可能是路过。哎，你干嘛？哎。你手机里怎么会有他的照片？哦，可能是不小心被他捡到了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？算了吧，可能他比较适合你。我手机怎么会有你照片啊？这不是为了演得更像一点吗？我都把他赶走了，而且你差点又赔了部手机进去，快夸我吧。夸你？我。